己无在调，搁怪别人，真正是烂拖高卖酒饼啦！你个怕啦！杨国立啦，说完，好好平静，你就不爱过，大家来吵吵闹闹，国母家要去跳楼，你到底跟你翁婿受什么冲突嘞？啊，着曹源甲陈忠成遐人合作做工程的生意，啊，动用公款啊，我感觉呢无妥当，后来真少出代志啊，最近无得当生，所以阮着冤家。拢是为了钱，无其他代志啦。那安尼，最近你定定走去罗家，甲人来往，到底是安怎？因为前后隔离罗家，啊，真正拢无机会甲罗家的人往来，我就想讲加减拍些招呼啊。虽然前后的大官，伊即马头壳无啥清楚。啊！不过我着想讲，亲戚门风怎话安尼拢无相照问？啊，迄个陈忠成哦，甲老家有冤仇，伊常常伫个曹元明头前遐讲东讲西，所以曹元无爱我甲老家的人接近，我才会偷偷去。这拢是为了重要啊！你莫阁讲白贼啦！你去找罗再兴，阁去拜伊死去的后生，这甲亲家门风一点仔关系拢无，哈无嘞？我现在要走去罗家拜访，那是因为你的身世，因为你跟罗再兴。你别讲话。奇怪，客伯明明知影这个地数也是假，讲这拢是硬拗，谁来给伊继续讲？苏先生，地数也明明知影家己真正身份。我当然是地数员，无我也是啥？我跟曹远。做伙过了十年，倒一对阿母袂冤家，那是因为阮最近冤家甲强要变面，伊就讲我毋是地素员，这毋是伤好笑？你搁咧替万条万讲话，伊是哪甲你洗脑的？恁这么侪年来，假作真恩爱，拢是演出来，伊是为着要保命，伊才安尼做的。当初我拄甲曹远做伙的时阵，阮爸有甲伊约束。可是我若出什么代志，伊嘛免想要活命。啊，那几点，阮两个心肝内拢非常清楚。这么多年来，伊对我真正真好。可是伊呢用演的，搁有才调一演就是四十几年。这四十几年，我的幸福甲快乐，说是真的。阮人阿无之间的恩爱，阮家己知影就好，无需要解释给外人听啦。爸，这么多年来，虽然我失去记忆，啊，不过我有当时啊听曹远讲起过去你对我的疼惜，后来你却不肯见我，我常常在想，这世人若是有机会，再见你一面，那你不知道多好。我总算见到面了。我无其他愿望，我只能希望以后会当真孝道，用未来的人生好好孝顺你，爸，好无？
地素啊，你真正有够卑鄙！明明都不是你的爸爸，你咪当讲安尼目屎流目屎滴，你欺骗客伯感情，你哪会当咧利用一个失去查某囝的老大人？地青埔的破坏药所出现在我面头前，一定是认定素啊死啊！绝对是这个将煞庆侯爷的情报，结果现在一看到素媛，内情报就是给你的，未当面对现实，安尼我都活路啊！素媛，爸爸真正想不到，我可以当看到你，摸到你。爸，虽然我是个弟弟，阿哥，我那体会到你对我的疼惜，还是一款就熟悉感觉。爸，你莫阁离开我，你让我陪在你的身躯边。你甲我讲，咱过去的生活好不？你跟蒋叔卿是什么关系啊？因为你的不好啊，你为了万条万离开我，所以我就收养叔卿做我的客查某囝。啊，你不在我的身躯边，伊就代替你友好我。啊，而且。一个生一个客孙，啊，两个人陪伴我，那无我这段时间啊，我就是一个孤单老人啊。爸，人的总是不如亲生的。你今仔会出现伫个家，就表示你已经原谅我。爸，咱已经浪费四十几年的时间啊。咱即马真无简单啊，中风，我一定加倍友好你，绝对袂让你搁一个人孤孤单单啊！爸，我你阁叫我爸试看卖，我无按算要接受你，你敢真正真来恨我？我当然怨恨你啊！你拆散我甲我的后生。你改变我的人生，你，你这种瞎啦！德成哥，你这四十多年来拢是演的，全拢假的。啊，不过这四十多年来，我的幸福和快乐才是真的。这才是你的真心话对吗？就算讲无四十几年，这三十多年来你的幸福，我拢是真的，敢不是？不是，这是因为我要应付着清波，所以我凊彩讲讲的。那呢？你是安怎要摕你的西卡来给人家？是安怎要对他个手中救我嘞？拄才你讲起海龟的时阵，我想到你三十多年来，我常常拢袂记得你到底是丁伟官，还是丁素媛，甚至你啥物拢无重要，因为对我来讲，你都是我的太太，我不配利用你。我是真心来对待你，刚刚你拢体会袂着。你害我无法度照顾我后生，我一世人永远拢袂原谅你。你即马
甲好好活咧。为了让我将来会当好好报仇，你这条命是我的，任何人都不准收起。好，我这条命是你的，等你要收起那一天，我才幸福你。知啦，我继续替你卖药啦。莫我也要找你报仇，你家己的心带起来。你明明就知影，徛在你的面头前，这个素媛小姐是假的，是万条我唔知倒位找来查某，伫遐变鬼变怪。你不是因为这件代志真生气，气万条万谁人在欺骗你？那恁是安怎？你明明真气这两个人，想要甲伊抓去斩，予伊付出代价。结果呢？你颠倒下这个假素媛，伫你的面头前演戏。这个查某根本就是我素媛小姐的面具，你甲伊亲情勒索。你即马是讲的啊，会当当家做主啊，吼！我只是针对事实提出我的问题。当初要设计的人是你，法庭的人嘛是你，做人哪会安尼反起反倒啊？我哪会反起反倒？你是安怎？妈，客妹，你明明知影万条万，伊是咧欺骗你，你干哩放伊抓？你嘛知影这个素媛小姐是假？你搁害食死死，伊安尼利用这点，颠倒看你还甲伊拆食萝卜。你这么想哪？你当作我是一个头壳无清醒的老顽童，会去学顽条顽，无甲认同西吗？妈，阿公，你是莫遐尼激动啊！我妈绝对无这个意思啊！你嘛是一个做人到母的人，你敢袂当体会我一个思念查某囝的心情吗？啊！我一个查某囝，三十多年无见着面，我顶界看到伊的时阵，伊规身躯包着纱布，倒伫眠床唔知人，我一句话我都无甲伊讲着。哎，又该安怎？安尼讲起来，自迄个时阵开始，伊都毋是你的查某囝，迄个查某是假素媛，是假。你伫遐讲谎吗？我只是安尼认清事实。杨哥，我一看到伊的面，我就不忍心嘛，迄是素媛的面呢。三十多年啊，我思念三十多年的查某囝，我忍心吗？我只不过是要感受一下亲情的温暖，安尼敢有超过？啊，你就当作我一个啊，你观察一半的老大人啦。我想要感受一下亲情温暖，就算讲是假，我嘛甘愿。就是因为安尼，我唔才会烦恼。我烦恼万条，我给你开这条咧。伊的温暖，迄就代表讲，伊想要掩盖伊违法三做的事实。这种人才应该甲伊除掉。客伯，你不是常常在讲，对敌人认输，就是对家己残忍。你现在放伊煞，伊以后绝对袂放你煞。因顶多利用这点，反倒倒来咬你一嘴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我知影你伫讲啥。